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楚风为您带来的游戏实况啊。那么咱们今天一块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《异形虫啊历险记大屠杀》。哎，我们以前啊，在2014年的八月末和九月初啊，做过两部异形虫系列的游戏啊。当时游戏的标题呢，叫做这个“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个游戏”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所以呢，咱们本期的标题呢，就叫做。都说了两年前就告诉过你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这玩意儿，不知道字数会不会过长。好了，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啊，那么如果大家以前看过这游戏呢，就知道游戏怎么玩的。那么没看过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啊吞噬掉这些弱小的生物，然后来进化出这个我们的能力，然后最终呢哎达到这个把这个地球人吃光，嘿嘿嘿嘿，这样的一个目的。那么一开始看到没有啊，这边有个草丛，哎，我们过不去啊，我们要吃掉它，我们要吃掉它来获得我们的能力。看着啊，异形虫来了。那么这一座呢跟之前有点区别，之前呢是点击的，像解密一样，这座呢要自己的控制啊。但是没关系，像我这种操作牛掰的大神，是不是来走你你给我点面子好吗，你给我点面子好吗，哎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去死，哎呀，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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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吃让我吃让我吃，去死再来啊再来啊。刚开始呢，这个在进食之前我们要热个身啊，毕竟你看这个生物的体积比较大，对不对啊，我们要热个身，不热身的话容易撑到，对不对啊，这个胃啊，胃要彻底的打开，要消化消化啊，要把我们上一顿吃的那个食物啊消化成大便啊，排出之后呢我们才有肚子吃这个新的东西啊，去死，死死死死死死啊啊啊啊啊！终于吃到了，终于吃到了啊！这样我们就应该可以这个掠过这个草丛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可以越过这个草丛，哎，获得了这个新的能力啊！那我们下一步吃什么呢？我想吃这个，这个人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啊！我们你看到没有，我们下一步明显是要过河啊，我们过不去啊，这个龟呢我们又吃不动，哎，在这里有一只，你是大象吗，长得挺像大象，但你这个体积有点怪吧，好的，哈哈哈，我们现在变得健壮起来，再吃掉这个乌龟，哎，咱们就可以游泳了是吧，哎，就可以游泳了，哎，这应该是刚才被我们 What the fuck， 这应该是刚才被我们吃掉那个大象的粑粑，哦，这个应该是野猪啊，不是大象啊，不是大象，好，那么我们吃掉它之后呢就可以飞过去了，对不对，好，准备啊，三二一走你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刚刚吃太多了啊，我刚刚吃了个龟，吃了个野猪，还吃了个耗子啊，太饱了，所以我的行动能力，哎，它不上当啊，所以我的行动能力啊受到了一定限制，来我们讲和吧好不好，我们讲和好不好，我不吃你啊，我不吃你啊，我就是想跟你合个影，我非常崇拜你。我刚刚不是想吃你，就是想拥抱你，拥抱你一下，拥抱，拥抱。好饱，好饱，好饱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到你了，野猪。好的啊，让我们变到了一个，呦，他居然敢跟我玩冲刺啊！两只小 boss 想跟我斗吗，是不是，好了，我们来吸这个人类的帐篷，看到里面，哎，看到没有，里面有一个人啊，里面有个人啊，他正在拿这个笔记本电脑啊玩这个守望先锋啊，他每天都要吸一口啊，每天都要吸一口啊，来来，我来帮你戒网瘾好不好啊，只要你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啊，成为我身体一部分啊，你就再也不会被网瘾所困扰了，死吧， yes yeah又看到了一个落单的人类啊啊！我们先吃这个，然后去死！我说你这个小乌龟，你就不讲究了是不是？我又没有要吃你，是不是？我又没有要吃你。哦，这个乌鸦我应该是搞不定了，应该是搞不定了。但是这个家伙，我应该可以把它吞掉。Yes， 啊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会回来。OK， 哎呦，哎呦，可能是我的体重太大了啊，体重。我跟你拼了 ，yes，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体重太大了啊，不足以支撑那个东西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会飞了啊，会飞了。我在想，我如果会飞了之后就没有必要会游泳了吧？哎呦，
会飞了之后居然飞不过来，你神经病啊啊！灌木丛都飞不过去吗？这就比较尴尬了。我觉得我这个第二关这个顺序会有点这个错误啊，有点这个小错误的感觉。哎，没事儿，哎，好的啊，哥们会游泳了啊，会游泳了，咱们再回过来啊，回过头来把它吃了啊，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 ，yes， 小耗子我也不会放过。不要以为你长得小我就不吃你，知道吗？算了，我觉得吃它也长不了什么个儿啊，吃它不长个儿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一个 boss 在镇守是吧？嗨，这个小鱼吃掉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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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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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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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，哎呀，嗨，这玩意还在刷新呢啊。那么这样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小啊，让自己变小啊。变小吃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吃这个耗子啊，吃耗子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们饿瘦了啊！我们饿瘦了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吃了耗子之后啊，你要知道这个耗子啊，长期吃这个耗子药啊，他们已经免疫了，但是我吃完会拉肚子啊。好嘞 ，what？ 这么小了还不行吗？啊，这么小了还不行吗？好，看来要两只耗子都要吃到才可以啊。来，小耗子，来，小耗子，来吧，亲爱的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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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啊，好好啊，果然是要吃鱼是吧？我们现在变成这个鱼形态了啊！你这个 boss， 你不要来吓唬我，知道吗？不要来吓唬我啊！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可吃的，看吧。哎呦，这个人类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吃一个。哎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回来，是吧？我们需要吃一个老鼠类的这个什么松鼠啊、鼹鼠啊这样的东西啊，来给我们哎。哎，来给我们升个级，累死我了。你说咱们吃点东西容易吗？野猪哥哥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觉得你也挺，我操嘞，你这么狂啊，挺屌啊啊！这个豹子从这个体型上来看，我就干不过他。但是这个猪我能吃，对吧？猪我能吃，你我也能。我操，我还吃不死他，我吃不死他，吃不死他啊！你我肯定能吃。What the fuck 啊？给我点尊严好吗？好歹我也是外星来的这个高级生物是吧？好歹我也是个外星来的高级虫子，你就这样对我不合适吧？这个人类已经迫不及待等着被我吃了，你看他这个坐立不安的这个样子是吧？你们就满足他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血量不高了啊！我刚刚在想这个野猪我吃不掉，难道我能吃豹子吗 ？Shit！ 好啊，下面这只猪我吃了。可以吃的啊，可以吃的，只是刚刚可能没有对准。嘿嘿嘿嘿，我操嘞！我觉得这个顺序有误啊，这个顺序有误啊，这样就不大好了，我过不去了。我本来啊、哦，再吃条鱼。哎嘿，我去，这个鱼长得太猛了啊！这鱼我给谁吃？给我吃我是不吃啊，我肯定不吃这玩意儿，看着都瘆得慌是吧？那么我们现在是一只鱼，但是我们还需要吃一个鸟啊，吃个鸟来。你往哪跑？我觉得我明明吃到它了。哎，好的啊，哥们会飞了，哥们会飞了啊！我们把这个给我吃掉啊，好爽快！吃掉它之后啊，吃掉它之后，我大概已经知道套路了啊，是吧？我们要回去变小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走过来，因为我们很小只嘛，所以可以从这里穿过去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剧情，但是也不一定，对吧？哎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把这个豹子吃了。对的，然后吃耗子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又可以饱餐一顿了。Hello， Hi， my name is Chinese asshole， come on baby， 来来来，我们就要结合了，就要结合了。撑死了撑死了啊
哎，已经吃了三个了，已经快吃不下去了。哇哇哇哇，这个不至于这么，这个场地不至于这么恢宏吧？啊，首先我们要小心这个家伙啊，我觉得我们要绕过他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啊，我们要绕过他把这个松鼠干了。哎，我已经干掉了，已经干掉了。哎嘿嘿，小仙鹤，你跟我斗是吧？哎，干掉松鼠之后再来一只。OK。哦，过不去，哦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玩啊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玩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穿墙穿回来，然后把这个乌龟吃了，嘿哈哈哈，水塔，我还真干不过他啊，我干不过这只水塔，这个有点郁闷啊，我们直接跑过来啊，不跟他玩，哎，谁跟你玩是不是？我跟你玩啊，刚才我不跟你玩，不代表我现在不跟你玩，对不对？嘿嘿嘿嘿嘿嘿。哎，我操！你个小小乌龟居然敢咬我啊！你现在你是要上天呀你？糟了！吃一个，来个耗子，好的，再来一只。What the fuck？ 这样我们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穿过这个地方，再变成一只鱼。哈哈哈哈 ！Human！ 哎，我操！哥。龟哥啊，你看我的敌人是人类是吧？哎，你说这个人类这么不注重环保啊，成天还吃你们是吧？哎，还拿你们的名字，还拿你们的儿子骂人，是不是龟哥？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啊，献出你的生命啊，来成全我，这不就完活了吗？咱不得不说这张图有点大啊，而且一开始给我放在这么靠上的位置啊，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好吗？啊，这个猪这么大个儿，你合适吗亲？合适吗亲？好，再来。哎，这个地方感觉像是这个我掉下来的地方的感觉哈、啊。来，咱们先来。操，这货我也吃不动啊！快跑啊！一路狂奔啊，就是一顿溜吃掉一个，爽快。但是我们现在钻不了这个东西，好在这个树桩子我们是可以过去的。我是一个有智慧的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吧？我是一个有智慧的虫子，哎，特别机智的一个虫子。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过来，然后，耶，我怎么回来了 ？Fuck， 我要过去的呀，好吗？哇、哦，它这个地方好像只能是游过去。So god， 那大概懂。我们如果只能游过去的话，好像也不能游过去，可能是要飞过去啊，可能是要飞过去。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哥，你牛逼啊哈，你长得大，你牛逼，我不给你。哎，这是变小啊，暂时不需要变小，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非常顺利的在这一带游走的。那我们来看看找点什么新的吃的东西啊，来吧，地球上的生物啊，献出你们的生命吧。献出你们的生命来成啊、哦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关的玩法了。哇，要回去变小了。来，小耗子吃，让我吃一个。我发现每次逮耗子都那么费劲呢啊！每次吃耗子都这么费劲呢。哎，我觉得我大小已经够了啊，没有必要继续变小了。我可以过去了吧 ？Yes。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对吧？这里，哎，这里一定要变小才能过来。然后这里有个龟，先吃它，哎。再吃，哎我操，再吃龟啊，再吃龟 ，OK， 哎，飞鱼啊，咱们又上线了，其实也不是飞鱼了吧，啊，哎，小伙子你想干嘛？对吧？你想，哎我操，我错了，但这边过不去呀。好，这里可以游啊，然后我们上岸，从这边掠过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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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只剩两个人了啊，我觉得把他们都灭掉之后呢啊，咱们就可以统治这个地球了啊。这个地球上一共就五六个人是吧？哎，正常是吧？这个井底之蛙也只以为天只有这个井口那么大是吧？夜朗也以为他们自己是最大的国家嘛，是不是？好嘞啊，耗子咱们我就不吃了。哎呦，这个妹子这个位置看起来我要兜个大圈跟她玩啊。先吃松鼠，
好的啊，松鼠吃到了，松鼠吃到了，我们来探索一下这边。我总感觉这里会有隐藏的坑在这等着我们啊。那边有个乌鸦，我觉得我应该现在是吃不动它啊，因为我过不去啊。不管能不能吃动还是不能吃动，咱们首先就过不去啊，首先过不去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妹子，我去，哎呀，哎，哥哥哥哥哥。哎，哥，没意义啊，这边不行了啊，我们再穿一下其他的这个路线啊。这个 boss 我是真心惹不起啊，哎，他就如同我的这个啊，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啊，完全搞不定他啊。来，再找一下，再找一下啊，从这边可以潜出来，还是这边这个 boss 这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绕过这个 boss 从这里上去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呢是上不去的啊，是上不去的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遛它一下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们要保证这个形态的情况下去吃耗子。哎呦好烦哦，是吧，这么早就要吃耗子，就要变小，就要变小。哎我操嘞，小耗子，哥们儿，兄弟，我发现我这两天这个牙口不太好，咬不住猎物呢。好嘞啊，咱们走着啊。不过说起来，看到我现在这个血量，我去遛那个 boss， 我自己心，你看到没有，我自己心都有点颤好吗？我觉得要完犊子啊，干不过他，我靠。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那个路线有可能是错误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应该是更适合的路线，只不过食物哪去了来着啊，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嘞。哎，这个豹子哥，豹哥啊，我操，你就是我亲哥啊，咱冷静一点啊。有了，找到了啊，是你。哎，刚刚我觉得我这个路线有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哎，在我复活之后呢，我看到这边有一个，哎我操，一小乌鸦这么嚣张是吧，这边有一个美妙的食物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在天上挥，但是挥不过去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最终呢还是要经过那个非常细小的地方，所以说我现在大概知道我们的战法了啊，我们的战法。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啊，如果不行的话还得吃松鼠，我都感觉应该没有这么早就要再吃一次松鼠吧。好了，确实没有地方去啊，走吃松鼠去。好了，松鼠吃完之后，我总觉得我这个个头不太够啊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好啊，我们走到了这边，我们吃掉乌鸦的这边是吧，哎，我们这边可以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个游戏还别说，这个解密做的还是挺严谨的哦，哎，解密做的还是挺严谨的嘞。那么我们这边还是吃不了它啊，还是吃不了它，所以我们顺流而上。哎，上不去，我靠。那我没地儿走了呀，是吧，我如果没地儿走，我就只能吃它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边有个乌鸦可以吃。我知道这个节，我知道这个套路了啊。然后我们去吃野猪，吃完野猪吃小豹，哎，吃完小豹回去变小，这活就完事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轻松。我来看一下，哎，耗子呢？哎呀，这不是逆风啸吗？是吧？我一看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飞行能力啊。我看看我的第一个目标啊，我看到这里好像有只鱼，哎，吃鱼啊，来一口，来，操，过不去。在吃鱼之前，我们还要吃个小松鼠啊，还要吃个小松鼠这种东西，耗子就免了啊，换熊，哎，熊哥啊，哎，我很仰慕你啊，哎，我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仰慕你了啊，特别想吃。我来看一下，好啊，小鱼们，小松鼠，看到没有？玩惯了之后啊，有些东西轻车熟路啊，干死他们就是一口的活啊，就是一口的活。我没看到会飞的家伙在哪里啊，但我们这关的终极目的肯定是要会飞啊，肯定是要用飞。来，我们再来吃个鱼。 OK， 这里轻点啊，看看这个河的这个沿线有什么可以吃的，这边有一只野猪，吃点可以变大一些啊。这个浣熊我们要从它身边冲过去啊，一定要冲过去啊，不冲就死定了。然后现在你死定了。哎呀，鱼，这里应该会刷新鱼，对的。
看我这记性啊，这要不刷完鱼我就哭瞎了好吗？就困死在这里了啊，又变回来了 ，shit。嗯，老鼠不吃啊，老鼠不吃。我们现在可以穿丛林，所以我们过来把这个，糟了，我觉得我的循环出了问题啊。本来一些可以干掉的东西，现在干不掉，先把这个吃了吧。啊，有的吃先吃再说。小松鼠啊，小松鼠没有必要吃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肯定还是要只能去吃老鼠。吃完老鼠之后，哦，吃完老鼠想办法下水。啊，感觉这个跟我想的不是很一样啊，不是很一样啊。咱们再研究一下。小耗子，哎，再吃一个吧。啊，等一下，这边可以穿过来啊，先不着急看那边。最后目标应该是吃掉这只鹤，对吧？哦，最后目标应该吃掉这只鹤。So good， 也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吃野猪的啊，不吃野猪我们体积不够啊，不吃野猪体积不够。好了，我们死了，重来吧。应该，我觉得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先来吃它，然后变大之后呢，然后把鸭吃了，把鸭吃掉之后呢，再吃它变成鱼，然后吃乌龟，然后吃它。OK。看到没有，非常完美的一个，非常完美的一个连击啊，非常完美的一个连击。然后这边吃完之后啊，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到这个丛林里面来，看看能不能，哎，把豹子吃了。我操嘞，你这个小赫赫还挺牛逼的呀。然后咱们就会飞了，轻轻的绕过来啊，静静的看着他。Hey boy， Hey boy， Hey boy。快看我，快看我。好的，那么咱们啊，吃到现在也吃的差不多了，再吃下去就真的要炸了啊，哈哈哈。那么咱们本次的游戏实况呢啊，就到这里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来搜索这款游戏的英文名字来玩一下。好了，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